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吃吧，最好啊 ，yes。 山庄是在下，放开我！走，走，放开我！走，郡主，我已问出他们是明教洪水期旗下枫阳分坛朱元璋的手下。我们一路南下大都，行踪极其隐秘，怎么会被明教盯上呢？难不成王府里有了内奸？敢问郡主。 这几名明教弟子如何处置？留之无用，杀了！我在父王面前立下保证，灭不了魔教，不止我，你们跟我同罪。有道是知己知彼，方能应战。程师傅，在。你是江湖人，定清楚明教的事，告诉我明教的组织。是。据在下所知，明教是于唐朝宪宗元和年间。 由波斯国传入中土，当时称之为摩尼教，又称大云光明教，教徒则自称明教，江湖人却称之为魔教。你的意思，明教的组织倒是十分严密。那是从前。怎么说？明教自第33代教主杨顶天死后，教中弟子都为谋得教主之位，相互争斗残杀，明教便此中衰。 照你这么说，明教内讧四分五裂，我要灭之是轻而易举了。这，程师傅有话直说。是，前些时候，光明左使杨逍重返光明顶，以待教主主持教务，明教已进入正轨。不过，杨逍公器私用，为报爱人纪晓芙之仇，对峨眉派穷追猛打。 程师傅对明教果然知之甚详啊！在下为辅佐郡主特花了番功夫。
不过，今日洪水旗怎么不听教主之命，反而对郡主下手？这令在下……郡主。嗯。两位师傅急速去查查看，看看境内有无峨眉派的行踪。是。我要利用明教与峨眉派之间的仇怨纠葛，制造事端。我问你们，是峨眉派的弟子吗？我们是峨眉派的。很好。你是什么人？是峨眉派的，峨眉派周芷若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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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告诉灭绝师太，杀他们二人的是我明教烈火旗。魔教，魔教，又是魔教。弟子无能。那封信呢？给张正人的那封信呢？我把信藏在贴身之处，幸好魔教的人没有搜身。就因为你跟武当有渊源，我才要你送信给张真人，希望他们能够跟我们联合起来对付魔教。可是魔教欺我太甚。好，我亲自出马，联系各门各派，围攻光明顶，歼灭魔教。八怪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一天，两天，喂，你在我这儿住了四天了，我不是让你第二天就离开的吗？怎么还赖在这儿？哎，好香啊！你给我带了什么来了？一只烧鸡，两个馒头。你知道我快饿死了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啊！我看你这样，你是不是算准了我会带吃的给你啊？我。我看你的笑好像蛮阴险的嘛。我这个馒头啊，我宁愿扔了也不给你吃。你要是暴殄天物，我会遭雷劈。